假第二天，今天北部的朋友呢可能会感觉到天气蛮凉的，主要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。而今天各地温度呢，我们带你看到在北部呢是25到29度，而中南部呢高温也有32度啊，中午之后还是蛮有夏天的感觉的。在东部则是25到30度。如果呢旅游行程要到北部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带件薄外套。而在降雨的部分呢，午后呢因为内陆地区呢气温升高，会有热对流发展，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还有金马呢，今天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。特别是呢在恒春地区呢，因为对流旺盛的关系，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，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而今年的第15号台风呢布拉万预计通过关岛附近之后会北转，对台湾呢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的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